不是，兄弟，啊，咱这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呀？本成功了呗！你看叔叔那两步跑，多高兴啊！不是，瞅着咋有点不快乐呢？不快乐，还是岁数还是大，再往小整整，你整六七岁。不是，我都20好几，我六七岁，我六七岁就不能站着聊了，得坐下唠了。不是坐下，我也不会唠啊。六七岁孩子的特点是啥？你知道不？啥呀？左。左，那就左呗。叔拿了钱了，爸，你看郭子欣给咱们家折腾的呀，这都咋收拾啊？孩子，你怎么回事？这是叔啊，不瞒您说呀，我哥得的这是有病，有病啊？对，由于他压力过大，心智退化导致的。你别看他现在这五大三粗的，那智商啊就四五岁，就剩四五岁了，还会衰减，还衰减，两三岁了啊！啊，爸爸，我要尿尿。哈哈，尿，爸领上厕所啊，爸领上。两三岁会上厕所吗？爸爸把把。爸，来，爸，哎，好儿子啊，哎，爸，哎，不用了啊，尿完呢。哎呀妈，这，呀，百天了啊，别百天啊，这孩子百天的时候可能好了，能好啊，儿子，要好你就早点掉。什么呀这是？爸爸，啊，吃奶。儿子，爸没那设备。那你给我唱个儿歌。唱儿歌吧，行，唱儿歌啊，儿子啊，爸给唱啊。白龙马，黑草骑，骑大马，我骑大马，骑大马行。你爸这辈子没别的本事。就能让儿子骑大马，骑大马来，儿子骑大马，骑大马溜溜，骑大马溜溜，驾！哎，哎，爸，儿子，对不起，爸驮不动了，爸老了，不能爬也不能溜了。全身就剩肉了。你小的时候，爸就想这一辈子都把你扛在身上，在屋里爬呀溜啊，让你舒舒服服、自由自在的幸福一辈子。可是今天。爸是不知道还能为你再干点什么了。爸，你帮我养这么大够不容易的，我不就是想让你歇歇吗？你儿子长大了，他能照顾好自己，
他还能撑起咱们这个家。儿子，你的病好了，压根儿就没病。是，逗你高兴，看您不开心，逗您玩儿的。爸开心了，也明白了，儿子大了，爸就应该把家交给你。是，儿子，从今以后，咱家一切都由你说了算。行，一切都你说了算啊。不过就有一样，不论到任何时候，你千万不能改变。你说吧，爸。我是你爸啊，爸。